也要来关心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用带有歧视的字眼批评总统蔡英文，惹出了风波。没想到邱毅他用更强烈的词继续骂，还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拖下水。邱毅形容说，波特王跟总统合拍的影片根本不入流，让他看了觉得恶心。对此，蔡总统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简淑培出面回呛，邱毅的性别歧视严重，是台湾之耻。说我跟吴敦义歧视女性，那神经病！蔡英文算女性吗？蔡英文算个女性吗？看的那个下流的标位数，我觉得恶心，恶心，非常恶心，恶心的不得了，恶心的不想吐。大声痛批总统蔡英文，新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邱毅不满蔡总统和网红波特王合拍的影片内容。一个63岁的人跟我同年，被一个网红用下流的撩妹术，还花枝乱颤、小鹿乱撞，恶心啊！我看了真想吐。所以这年瘦了，真的是看着那个，我上吐下泻好几天。或者吴敦义讲的水没砸漏，我们指的都是蔡英文，我们不把蔡英文跟台湾所有的女性化等号。看影片给负评，又针对性别开轰，还点名蔡总统跟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我从来不歧视女性，我非常疼惜女性，所以你们很少听到女性骂我，除了那种不像女人的女性，像陈菊啦，像蔡英文啦。台湾之耻，很少女性骂她，可是我要告诉邱毅，我是女性，而且我是妈妈，我就要骂你。我说你的性别歧视真的是到了大家无法说容忍的一个地步哦。男性没有比较优秀，女性也没有比较卑贱。邱毅才说完，很少被女人骂，立刻被蔡正营竞办发言人简淑培回呛。自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失言，争议未平，就连退出国民党不分区的邱毅改排在新党不分区，性别歧视言论也爆不停。记者周景如、翔三台北采访报道。